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瑞。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欣赏的是第22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的第一局。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王浩洋老师来到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看新一届农心杯的这么一个开幕之战。浩洋，我们应该对上一届农心杯还记忆犹新是吧？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这两届比赛间隔的时间比较短哈。对，上一届刚刚是一个让人非常应该说动人心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赛程，很精彩的剧情哈。是，这剧情太精彩了，我觉得编都编不出来。那么很快，这个新一届的农心杯呢又如约的进行了。那我们在进行这个讲解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的抽签仪式。好的。啊，这个是在应该是在韩国棋院进行的抽签仪式。以往的这个农心杯抽签仪式基本都是在北京进行的第一阶段的赛事，那么也是因为这个特殊原因啊。哎，我们现在看到，哎呦，这个上面写的英文应该是。这个对，第一先抽的是日本，抽签上面啊未参赛的啊，日本队轮空。韩国5장은홍기표구단입니다。啊，直接就把先锋的名字写在上面了。韩国是洪基标九段，作为先锋出战。那么这个钱肯定是中国队的。中国是范廷钰九段，我们的范大将军又来这个做先锋了。日本选手는啊。那这个信封也是公布了日本的先锋许家元八段，也就是说今天的胜者将会在明天挑战这个许家元，其实很像，对，好像许家元不是许家元也是八段。范廷钰九段。印象中已经参加过很多次农心杯了，对吧？对，他应该已经连续几年可能都参加了。对，有我们印象中，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六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但是这个不仅他参加的这个技术多，赢的盘数也多，两次七连胜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对，在这个农心杯的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获胜盘数最多的是李昌镐九段，他是19盘。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范廷钰九段已经是获胜了17盘，17个胜局。现在和这个排名第一的李昌镐九段仅差两盘棋，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很有希望打破这个李昌镐九段的记录的。对，嗯，我们这个一起看看能不能在这届比赛就。打破这个是是是，这也是个悬念啊。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比赛画面。这个农心杯的中国队的赛场也是在中国棋院进行的。刚才宣布比赛的是国家围棋队的刘晶八段。韩方的先锋洪基标九段。哎呀，这个画面感觉非常的熟悉啊。因为上一届这个第三阶段基本上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对，看的都是这一张脸。就是这个赛场的布置啊，背景啊，还有这个农心杯的
农心的拉面啊，它的矿泉水啊，大家就非常熟悉了。我觉得上一届，我觉得农心公司应该蛮高兴的，啊，是吧？这个广告效果多好啊，那么多人关注。宏基标九段，可能大家对它并不是很了解哈，嗯，肯定没有像范廷钰九段这么的熟悉。那么宏基标实际上呢，在韩国也是这一次是它通过选拔来出现的，目前在韩国排名是第23位。那也蛮厉害，也蛮厉害的，也是这个中间层。而且我特意看了一下，它好像最近上升势头比较猛。对对对。就是和上一月相比，一下子是上升了18名。啊，那确实，就最近感觉在韩国的比赛中，就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我觉得能出现，也证明它至少证明它这段时间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它就各个比赛，它都还行，表现的都还不错，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它跟我一个年纪差不多大。他好像89年，对啊，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大，他现在还上升这么多。但我觉得韩国是这样子，就是中国我们因为厚真的太厚了，年轻人上升的太快了。对韩国来说，韩国是这样，他好像顶尖层确实是现在，你像申金旭已经排名第一了，00后。但是再往后一点点，他的中间层。我觉得他的那个迭代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啊！你看，就是他90年前后的棋手，还有很多，就你注意他等级分的时候啊，十名之后，我觉得90前后还是他的主力军啊，就是像95啊、98或者00，他们基本上还是少，他们也有，但是没有我们。厚度这么厚，我觉得我们的年纪太厉害了，现在这些还对对。好，那我们先比赛在1点钟开始，我们先追上比赛的进程。好的，这个经过猜先，这个是韩国的红旗标九段呢，执黑。这个龙心杯，我们知道每盘棋它都是要经过猜先的啊。这个龙心杯的话是这个韩方举办的比赛，那就是韩国的规则，等于是对贴6目半。对，黑方贴6目半啊。啊，他下出这个对角的小目是非常少见啊！现在对角还是一般来说，黑棋更愿意走在一边。对对对，正常走在一边的话，可能他这个子力呢更容易发挥，是吧？对对对，一般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是，但是他这次黑棋他是主动求变，对，主动求变，他应该也是有所准备吧？我觉得红旗标九的，因为。毕竟他跟范廷钰九段，如果正常胜率来说，肯定还是要弱下分。如果压分的话，应该大家会。我感觉应该是，如果赔率正常来说，应该是1.3左右，我觉得。是吧？就是、就觉得还是范廷钰九段大家更看好一些。就差不多压范廷钰，你压1块钱，可能赢2毛这样，我感觉。就这样的，我没有压这个，只是就是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比例啊。对对，就是像这样，就是反正从这个成绩包括实力上各方面，还是范廷钰明显还要占优的。没错，你看这个洪继彪，他现在是韩国排名23位，他的我看他最好的成绩好像是拿过韩国国手战的亚军。但是那相比我们范大将军，那真的是还是要稍逊一筹的啊。这个反正下出对角的话，也是他想求变嘛，而且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是韩国规则的话，贴六半少贴了一目。是。那么他心理上可能要好一点。对对对，他因为一目棋其实还是对棋手，可能对爱好者们来说，觉得一目棋是有啥关系呢？但好像我们下棋的时候，还是确实有这个差别。是吗？一目棋对这个心理啊，对这个技术都会有影响，是吧？有，应该是有的，因为有的时候在韩国参加的像 LG 杯的一些比赛，就是他们赢了以后是可以选择黑白的。嗯。那么如果7目半，肯定大家就是所有人都会选择那个白棋。哦。那么如果是6目半的话，肯定是有至少有一半人也会选择黑棋的。哦。对，你说就差这一目，你说能差多少？其实他具体也不知道，但确实心理上还是有差别。嗯嗯。越是水平接近的棋手，越是高手，可能这一目棋对他们影响就越大。对。嗯。好，那么现在。他白棋先挂角，黑的2个小目肯定只能舍到一个啊。挂角的时候，黑的点33，对，脱先。这个
我觉得反正也没有什么好坏吧，就肯定是他的准备，对，就是很容易想到的一些，很容易想到的一些准备。因为现在在这个 AI 辅助训练的条件下，我觉得前面这些下法，我觉得我们都不用质疑啊。对，不像不像，对对，这个只是一定是有过研究的，有准备的。只是感觉上，我觉得白棋还可以，就从那个感觉上来说，就是他这个白棋范廷钰挡在这边也是很讲究啊，就是因为这边白棋正自有利。嗯，那么我们传说中的黑的这个米氏飞刀就无法实现了。对啊，这个因为对角，这个对角形是比较少见的，对角比较少见的。对，正常情况下这边一般是黑棋，这边是黑棋的，这边一般是白棋的。对啊，所以这个争子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对，是的。那么现在等于是这个米氏飞刀争子不利呢，它不能这样下，不能这样选择了。对，那么黑的就只有顶这个啊，这个棋只有顶了之后搬过来啊，然后范廷钰在这个地方呢暂时脱先了。那么先飞压这个啊，嗯，这个飞压非常大，这个飞压非常舒服啊。其实，在 AI 给我们讲课说这个棋被飞压呀，这个局部白的就便宜了。对，啊，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一个说法。但是现在是不是，大家觉得便宜也有限？是肯定有限。其实对于人类来说，这个便宜真的就没啥，是吧？没啥关系，对，因为这些肯定就是。我只是一个感觉，我觉得白棋还下得比较舒服，对。但是肯定红棋飘九呢，他这个肯定在韩国排名这么高，他也不是说完全这都不知道，他肯定都知道，肯定都知道。对，而且这个下法肯定他不可能是在比赛中胸部比赛开始的那一刹那，然后才这么决定下的，那是临场决定的，对。在昨天的备战的时候，或者之前备战的一段时间，他肯定都已经是做过的，没错。做过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在农心杯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啊，农心杯我觉得三国棋手都非常重视。对，他这太大了，这个比赛太重要了，太重要了。而且对洪继彪来说，他是首次参加农心杯，代表韩国出战。嗯，我觉得他这种使命感啊，这对啊，可以想象，是一定是精心准备的。对，精心准备，但是带来的也是肯定也是巨大的一个压力啊。是是是。那么双刃剑，范廷钰的话，他就太熟悉了，这个对他来说，熟悉的节奏，熟悉的赛场。对，但是范老板上一届有点郁闷啊。上一届也还好吧。我觉得其实他还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大将之风的。我们说，因为我们知道上一届出现了一个插曲啊，和这个朴廷桓出现了这个鼠标掉线。是吧？或者是不知道，他就是网络延时也好，对，不知道，就是出现这样一个插曲，最后下了两盘。嗯，我觉得范老板还是很有大将风度，当时是，就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方案。而且很辛苦，连续两天作战。那么现在飞压完了以后呢？白棋是要干嘛呢？他肯定不是简单的长啊。这个棋黑的为什么说争子不利的时候，这个棋只能顶了扳？就是他顶了扳有什么坏处呢？不是白棋简单的长，简单的长黑的就爬一下。嗯。那么白的呢就退一个。嗯。那这个棋我估计呢，黑棋可能会把这个贴起来。啊，这个头。对，把这个贴起来啊。嗯。现在的话，贴起来之后呢，因为现在我们眼见的这步棋。是非常大的一手棋，是。但呢，黑棋贴起来以后，这个挂角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那可能就形成一个 A B 键合了。这样的话，我这个头贴起来以后，因为你这个地方呢漏着风，加上你搬，你如果白棋搬呢，我就跟着你搬。这样你围完了以后，这个地方漏着风，你就围不大了。嗯，对。那么你如果拐一个，我跳起来，那你这个地方同样也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发展。如果这么简单进行的话，可能进入黑棋的一个步调了。哎，对对对，这个是黑棋比较欢迎的。对，那么但是我们范大将军呢，肯定是这一扳啊，这个是一个黑棋顶了扳这个比较害怕的一个手段。嗯，翻完之后断，翻完之后断啊，这个棋也是，如果我们争子有利的话呢，黑棋可以吃这个啊，然后提掉。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的定式啊，对，然后打吃，接住，嗯，飞，嗯，就争子有利。我们假设这个白棋争不掉这个黑棋，那么它飞一个就形成一个局部这个，对，算是一个定型吧，定式也定型。这样的话呢，双方差不多。但是现在因为争子有利，我这要争掉你的话，
因为这棋你蒸掉以后啊，这上面这块棋啊，白的这种靠过来的时候和这个还是差非常多的。因为这个的话它这都是气都是松的，那么你靠这个我都全是先手，你肯定不能往这走了。但是你这样就不一样了，你要这样蒸的话，这全都后手，这靠过来的时候黑的是非常惨啊。所以说这蒸子不利的话呢，这个黑棋呢不能这样选择。那实战等于是扳断的话，黑棋没有办法，他不能这样下，就是跟蒸子有关系、啊、跟蒸子有关系，他只能忍耐了，只能忍耐啊，只能忍耐。那么白的打吃，黑的提掉，那么白的粘上。对，那下成这样的话，我们显而易见就是说白棋比这个单退呢，他等于把你同样都是后手，把你这个口封住了、对啊，如果说你将来我一控的时候，那这还是差不少。没错，还差不少的，比刚才这个退很明显啊，明显的便宜。在这样的配合下还是便宜一些、对啊，这样就是我感觉白棋走到这个，然后蒸子有力呢又把这个下去了，感觉上好像白棋挺好的。就是我没有第一感，我第一感就是没有看电脑的胜率和什么的话，我觉得白的很舒服下的、啊，但发现一看其实胜率反正黑的一点也不亏，就是感觉很神奇、很神奇。对，这个肯定是他做过的这个备战。对，那么黑棋、是先点先点啊，没有贴起来啊，这个先问一下啊，这个问一下硬手啊，马上来问一下，问一下白棋反正肯定不会粘，这个粘上一粘就被白白的便宜了，是吧？对，就肯定是被便宜了，但就具体不知道便宜什么了，但是它确实便宜了。心情上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对，那么他一定是要有所反击的。有这边也有这边，对，他这盘棋选择的是拆在这里，拆三就是这边如果说价值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有可能白的会走这边，但是现在的话这边就价值很大，白棋肯定是从这边反击过来。是这个点的话拆过来，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啊，因为你粘一下明显是单关。对对对，这样的话留下这个断点，如果黑棋断、其实黑棋断的话，我觉得白的他就正常走一个，对，不管是走哪边，对，拆二也好，飞起来也好，反正两边都处理已经都处理好了，没有问题啊。这个黑棋应该也不会单关来断这个，对，不怕。像这种点的话，其实就是那个AI 啊，人工智能它会特别喜欢这种棋，但这种棋如果说让我下的话，我可能不会这样下。就是你说刺一个，对，刺一个，就是这种棋，我觉得刺一个跟白的这样做一个交换的话，就我这步拆，虽然我拆的不大，没拆那么大，但是我拆一个，毕竟我觉得还有价值，很有价值。你点在这儿吧，你说你又不断我，那你点在这儿干嘛呢？就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呢，就是我不太能理解它这具体的意思，这我们人类的一个思维的模式对对对，就是我只是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他电脑，但是他点一下确实也不亏，就在那个电脑看来是对，但是我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也不好理解然后实战黑棋继续大跳，这个反正我认为这个都是他以前那个备战的时候已经都有准备的哈，对对对，有研究、有研究过的黑棋白棋拆，对、他还是不愿意这个单关粘回去、因为两边都糊了的话，这个断点其实也就不能成为断点、对那么黑棋呢，上面拆，对这个地方，毕竟如果再被白的走的，他真的两边都好的话，这两个子就可能显得很无聊了然后白棋选择了这一步天空的一飞，这是我就看不懂了，往中间飞一声其实就是说白棋他总是不愿意单关粘回去，对对对，他最好把你这子吃了，对对，他就不用粘了，至少说你强迫我粘回去之前，我得先让你走重或者是我占一点便宜，对对对，然后再看情况这步飞也挺有意思的，对，这步飞这个形状，正常以前就是我们第一感就是这种尖一个好像是比较正义的一种棋形那飞一个和尖这个相比较，是也许它从这边进来的时候会好一点或者不太好理解，就是反正但是方向大概方向是这边，对对对这个具体的手法是稍微的和传统有点出入，很潇洒，很潇洒。对，我看接下来黑的也很潇洒，对，都是这个空中的舞蹈舞蹈，空中芭蕾。
紧接着白起也是飞，你看两边都是飞，其实正常骑行好像也是肩、啊、对对对对，这一飞，这飞本身其实是有点问题，是有点低感，是有点、啊、我觉得这个飞比这个飞还步子还大，还大是吧，是吧，因为这个不是明显就有、啊、明显就有肩吗，明显有肩，是有肩，我这个我看到飞的时候也觉得低感是白黑棋，也许他不会马上尖啊，对对对，就是他以后留着尖他是准备怎么办呢，总不能退，是退吗，退肯定不便宜，那可能只有挡，挡的话他就补下来、嗯、那就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可能会是不是就不理你了，有没有可能、哦、就是把你这个子吃掉，哦，我也是有可能，那也有可能，因为如果你、嗯、你只是在这一带走的话、嗯、对，我肯定是明显不是便宜，不便宜，就是因为这个段其实现在如果这三个没有好的话，段完这地方还是有点齐，我觉得有点齐，所以白棋这个追求这个快一路、嗯、是吧、嗯、追求效率还是留下了一点点的薄的薄位啊、哦、对对对，嗯，是，当然这个棋我觉得很正义，这个肩很正义，对，范廷九段、嗯、这个对他来说，这是他肯定是一秒钟就能看到的，嗯 嗯, 嗯，但是他看到之后，他怕，对，他还是选择了这个飞，嗯嗯，还是有他的，嗯，应该是有他能够就是考虑的因素，他应该是对不怕吧，可能他认为不怕、嗯、就你尖下来他就尖，他反正能扛住，那他就追求一点效率，对，有深意，这里还是、嗯，好，我们接着看哦，这个挂角特别大，嗯，这个挂角确实一直都想走，双方对双方都很大，挂一个或者守一个，嗯，都很大。白棋小尖，嗯，黑棋交换之后贴起来，贴起来以后，白的不能让黑的再把这个飞起来了，对，这样的话它这个配合就太好了，对。那么白的飞这个，嗯，黑棋接着向中间跳，嗯，这一带其实。这个开局我觉得双方都挺难掌握的，挺难的，是吧，因为中间我们这一带、嗯、一带空旷的地方我觉得就容易失去那种方向感，这些都是就人类会比较迷惑的地方，其实在局部在脚步啊、嗯、边啊我们其实是有，对对，是有准心的，对对，但是在中间、嗯、像这种地方确实是很难去掌握，对，嗯，对，如果包括这种跳啊、嗯、飞啊，对，就是不是很难很难评价，我不没有办法评价，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就是没有办法说他好，也没有办法说他不好，就是只能觉得是他看过那个电脑有研究的、啊、对，给的一个棋啊、嗯、因为确实对从我来说，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吧， 嗯, 嗯，然后接下来白棋，哎呦，白棋是靠在这里，嗯，靠这个，靠这个，他可能还是担心这里边刚才那个王瑞老师说的这个棋尖了翻下去哈，我觉得还是担心这个棋，但是这步棋感觉上来说是不是不见得好呢，是感觉就是其实我们说在攻击那个对方的时候肯定不能靠着他走、嗯、就是说、嗯，你这种靠着他走感觉就是在帮对方在下棋，对对对，我们说不要让对方借力啊，对对对，但你这个主动凑上去、嗯、对，主动凑上去是应该可能还是担心这个地方的这个问题，要不然他应该不会往这个地方去下棋，对，按照常理说是嗯嗯，这步靠不一定是好棋，不一定是好棋，我感觉这步棋不一定是好棋啊，有点帮黑棋下棋的意思，你看黑棋其实他是嗯，我看看他是他先飞了一下，他飞一手，对，飞一下交换之后、嗯、那么然后他就黑棋处理的，对、嗯、处理的很轻松，他这样打回来啊，护一个护，嗯，其实下成这样的话就是白棋这个转了一圈啊，其实就吃了这一颗子，然后把这里补厚了，把主要是他把这个地方补厚了，这个边补上，但是你现在等于是黑的，他马上这个过来以后，他就一手棋他就过来了，就是你转了一圈吃这个子是不是便宜，把这黑的其实也下厚了，对啊，自己上面呢也变薄了，最重要就是把黑棋下厚了，对对，嗯，主要这个黑的通过这几手棋以后，白的这个地方隐隐约约好像还是稍微的有点问题，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局部觉得不好下，可能也是不仅仅是个这个局部的问题，也会想想是不是之前的原因，就之前已经
可能已经这个地方下的留下了隐患，留下隐患了、啊、你之后确实就很难办了、啊、留下了以后你不补吧、嗯、你强撑着它始终还是存在的，对啊。但关于黑棋这个补法哈，这个怎么补啊，其实也有好多种啊，也有很多种补法，是是实战第一感应该是虎这个。一般我觉得棋手的感觉，人类棋手感觉可能都是虎这里、啊、对对是吧？我觉得对，应该是。因为虎在这儿的话，可能对上边对上面总威胁大一些，对总是感觉威胁大一些。如果是虎在这儿，虎在这儿的话，反正第一，我就先被我刺一下，你就反正难受一下。黑棋就心情不太好，就心情不太好，但是可能也有可能就是。就心情不太好，也没事儿，也没事儿，也没事儿，因为你刺过之后、嗯，我这个头确实变硬了。对，他就反正他这个子放在外边，他可能就放在外边好一点。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心情是吧？对，有的时候也心情好像觉得形状不太好，但是冷静判断一下，也这个得失衡量一下，觉得可能还是虎在外边好，还是虎在外边好。对对，也有可能的。就这，但是下棋其实。哎，就是说，为什么电脑它厉害呢？它就是它没有心情，它没有感觉。对对对，它永远都是那个特别理性、特别冷静。对，但人类它就是总是有心情，有那个的，就是有情绪的。对，也许走在这儿被尖一下就是不舒服，那然后他就选择了走这儿。但其实、可能这个不舒服，其实可能就是没关系。冷静判断一下、这个不舒服可以接受。对，昨天我有朋友下棋也是，他就是他觉得有个地方就没有走到。然后被别人就是吃了一个子儿，让他觉得心情很不舒服，然后呢就去跟别人就去拼了，就、那其实当时他只要稳住，失去理智他就赢了，其实稳住就明显赢了，对对对。但是他就因为这个地方不舒服呢，他就没有判断形势，他就觉得我不舒服了，我就是你这说太对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判断问题啊，就是我们的感性、情绪就干扰了判断，干扰了，对，干扰了。就我们人类什么时候要做到也是没有情绪，我感觉是不是也能跟电脑战一战？那就是另外一种情景了。那么现在接下来看啊，黑的虎到这儿，黑棋虎在这儿，嗯，虎在这儿的话呢，白棋就脱先了。对，这个虎呢，对上面的这个，王老师还是觉得应该这里更好一点。这个，反正我觉得两种虎确实是挺难，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啊。不知道怎么判断、不过就是反正，要是我下棋，我可能还是走这儿。对，我也觉得第一感觉得虎这儿也正常啊，正常，对吧？这个虎这个。觉得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下到这儿就特别的纠结、有的时候看好像并不是很关键的地方，但是就容易纠结选择困难，对对对 对, 对。但这个农心杯每方一个小时的保留时间，不能、在这种地方不能想太多，是的。那现在白棋时间就脱先了，脱先把这个煎一个、这个吃是煎还是挡啊？这个棋它有好几种，它可以挡，就是第一感觉棋友们下肯定要觉得秒挡，对对对，还挡起来非常的舒服，对。但其实挡完之后，你主要是你这个地方还有味道，它这个棋啊没有死绝，它这将来它这搬了一虎啊，你这个地方其实是有点问题的。你要打吃的话呢，我肯定就一做劫，那就不说、那就不谈了，就打劫活了。对，而且这个劫好像都很重，白棋很重，对，白棋其实也挺重的，如果被提掉。那如果黑棋一劫才有利或者什么，他也打劫、对吧？那如果说你现在你想并一个杀我，净杀我，那么断我不行，断的话你尝出来这外面没什么棋，但是黑棋呢，它可以加，是，他还是要给你打这个劫，那么其实你打的话，你劫还是很重，那你要立下去那就不谈了，这断完这就不行，那你粘上呢，它就有多过，就是说这个地方它搬了虎了之后有一个加，对，这个棋形白的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好，就是看上去，像我以前小的时候下棋的时候，觉得看上去哇这一档舒服，对，这一档很舒服。然后后来呢，等于实战呢，这个范老板呢他是煎了一个，那这个棋呢还可以有飞这字儿的一个下法，就是这个这么多补法。对，他这个煎和这个飞，他这个档肯定是要有扳虎，是飞的话，如果你煎我呢，我不挤你了，我单退一个，这样的话呢，你局部角上呢是活不了，就是没有办法做活。如果你小飞呢？我就跟着你硬，我就尖，你扳我就挡住，这样的话黑棋啊，它是局部它这个眼不够，眼位不够。这个棋是先手，棋是先手是吧？棋是先手，但是还是不够，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做不活，
这个地方，你如果弯，对，它点进来，对。那么你这个总是差一点的，对，啊，总是差一点，没办法，从这个靠进来，是，不活，不活。那么这个地方呢，等于是，如果你尖呢，白的就退了，它就不挤你了。那这个地方就是说，黑棋它的借用可能就是这种将来什么。点点这种，哦，点点这种，然后白棋有可能飞，有可能挡，就是不一定。这样的话，他如果这边是有子儿了什么的，可能能就这种尖先手可以跳回去。对，那么黑的也就是有这个借用了，局部直接活活不了啊。这种就是我飞一个的话，局部活活不了。嗯，啊，就是这种挡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为什么挡？就是挡的话，它首先它很厚，啊，它很厚，那么就是他觉得你有这个棋，他也没有太大关系，就是作为白棋来说，那有的时候呢，他就会选择挡，因为现在他挡的话呢，他很厚，确实很厚，但是对着黑的这个，我们要看到，那样他厚就没有意义了，他这个厚呢，他就失去了厚的意义了。那将来如果搬了虎，就算你打劫打赢了白棋，你在这儿也没有任何发展。嗯，如果说不是这样的，如果这边是白棋的一个星位，嗯。有可能他就会选择挡了，哦，这样如果你打劫的完了，我这可能就全是木了。这里还是要根据这个场合，跟你场合来做一个选择。对，这个挡、这个尖和这个小飞，其实都是可以的。三种下法，甚至还可以走在这儿，哦，更大步子更大。也有啊，也有，哦，就是还是要根据场合来进行一个选择。那这盘棋呢，他选择的是小尖，嗯，这小尖的话，就是可能更看重脚地的一个实地，啊，更看重这个实地，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呀。黑的已经很厚了，我在这再下厚没用，我要这个实地。对啊，范老板的棋还是非常的扎实了，是的，嗯，范老板虽然比这个洪继边要小不少啊，对，范廷钰是96年出生的，对，要差7岁，但是你从成绩来说和从这个棋风来说，我觉得好像更老道一些，是吧？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对 对, 对，啊，这个确实。飞这个啊，飞这个，也是他虎这个当初留下的一个手段吧。嗯，我觉得啊，对他之所以选择虎，他是有自己下一手的。对，捞点木数。对，有自己想法。嗯，那么飞白棋肯定是只有拖过。对。然后黑的扳啊，这个其实这个定型呢，就棋友们其实看到，其实也可以学一下，就是说。经常我们啊下棋的时候会遇到这个棋形，嗯，其实有的很多的时候都遇到这种棋形，就飞了之后打了之后爬回来，嗯，然后让你这个吃，这样的话你这个效率变得不是那么好，就是最常见的可能是错小目高挂了以后一高拆，哦，然后黑的逼住以后这一打，就这，偷退定式，偷退定式，嗯，偷退定式，然后也是这个，就等于是后来一打入，然后这样打了爬回来，对对对，这个还是非常常见的，嗯，一个变化，嗯，啊。这样白的长一下，这个长，啊，这个长不能省啊，这个要你单吃被糊起来就这个形状太难受了，凉凉了啊，凉凉，嗯，啊，那么这个不能错过，啊，因为现在黑的长串啊，白棋这个冲断还争字有力。争子有力，嗯，所以白黑棋不可以长出来。那黑的小尖，小尖在这补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棋形。嗯，这个棋黑棋，白棋补回去，哦，白棋补回去。补回去以后，这个棋就比较迷茫了，就是这个棋就不知道该往哪儿下。刚才我们说，黑棋下厚了是吧，嗯？对，通过这个弃子，嗯，但是因为上面这一串。这个交换之后，黑棋自己捞了一点木，嗯，捞了一点地，捞一些木，对，这样子好像这个中央的厚薄又发生一些变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嗯。就白的，黑的稍微又薄了一些，对，又薄了一点，又薄了一些。那你捞了木吗？你可能棋呢就要变薄一些啊。黑棋是，当然白棋吃完以后呢，它这块棋也不是说你也没有完全对，也不是说特别厚，你也没有完全活。你毕竟这一代，对，我这个将来冲一下一段，你这个棋啊，你也是肯定是没活的。所以双方其实这时候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对，都比较，比较选择比较难。嗯，现在黑棋飞上来，黑的飞一个啊，黑的飞一个，黑的飞一个也不错吧？我感觉也挺好的。对，就是把这个实力彻底的对牢住了啊，还是。然后刚才我们也说隐隐约约的呢，对对，还是威胁一下。将来你这个断也要小心啊，嗯，不要完全这个掉以轻心。嗯，是。白棋先抢一步大场，哦，这个非常大，这个很大很大，非常的实在。哎，那所以这个飞和这个拆哪个大？
这个棋好像都很诱人啊。他如果是要拆的话呢，可能他是不是怕黑的白棋呢？他就淡淡的这种飞一飞，啊、这隐隐约约的这个飞下去，你是补是不补？你肯定是不太肯补，但不补的话，这个棋将来这一飞，好像是有点难受的。那么他飞完以后，飞完以后白的呢，我肯定是很厚了。对，那现在你这中间这个主要是啊，他这个虎在这儿啊，他有个问题，他这个地方他不好回来，这个头软了。他这个地方本来如果像王睿老师虎在这儿的话，那我一跳了一扳。现在你走在这儿的话，你现在这个跳不了啊，你这跳我这可以冲你啊，关键是这个棋，我冲你的话，你这还有个断点，这个棋。那么你下成这样的话，那你这还有断点，我还可以把你断开啊，你这个连的不舒服。如果说你打了压的话呢，打了压呢，白的跟着你长。你这样你是可以回来，但是我这顶了一扳，你这个子儿被我圈掉了。那你目数还是挺亏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地方黑棋他要回来的话呢，就他可能觉得不太肯吧，他觉得白的下厚了，这地方还有点棋，他还是想先捞一个看看你希望白棋跟着白黑的下，那么他找机会是不是再把这个抢。对，他肯定这两点是做了选择。是，那白棋其实还是就走自己的棋啊。对对，这个非常大，这个大场非常的好啊。他又走了一手，这时候跳了一个啊，跳一个，其实这棋跳一个，这他这有没有长一个的这种感觉，这个棋这个吃很大，一直是一个，当时我看我是长一个怎么样，确实是因为你毕竟走了一手是吧，对，中间想要动动脑子，因为其实你再走一手啊，黑棋白的我是要里面补一个，但是你其实没什么用啊，黑棋这个子如果是你的你还挺厉害，只要这是我的，你这跳台跳半天这容易落空是吧，对，就是有点落空，万一没有走到没走到目数，你这个实地就成问题了。是，你看走这里的时候范老板很机智，对，马上打吃，这个打吃非常舒服，就是说太舒服了，他在你所有的棋都没有下到之前让你就这种棋特别难受。这一代呢我觉得当时黑棋其实明显打是先手，但是他不肯打，他有点舍不得，因为这一代有些变化，就比如说跳或者将来有可能跑出来翻打呀，对对对对，跑啊，对对对，他变化比较多，对，就比如说有长了之后，尤其有长了之后，对对，然后就这种棋在你走之前他一打，就你什么都下不着了，下不着了。你长的话，你长你就我就把你顶死，你就亏了，那你就亏了。你本来你如果能打到一下，你可以再打这个，这还有个断。现在等于是你只能打到一个了。就这种棋被走到的时候呢，是非常难受的，非常痛苦的。就昨天我跟那朋友说你这痛苦啥呀？你被吃也又不大，你痛苦什么？他说那你下棋你不痛苦吗？我说我下棋的时候我很少痛苦，就是因为对手肯定是要那个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就是你肯定要做最困难的准备嘛。就不管对手下成多好的棋，你也不会痛苦，你只是就是尽你的那个平常心啊，对，平常心。但是痛苦的就像这种棋，我下棋的时候就会痛苦了，就说我这个地方打没打着，然后被别人一吃的时候呢，我打不着了，这种其实是特别难受的。你这个痛苦比较高级啊，就是说，就是这种其实唯一就是比较难受的地方了。是是是啊，就我有一个绝仙，然后我本来可以交换掉的，但是我想保留，因为保留肯定我也是有保留的意思的，不是说我人类其实特别喜欢保留啊，对吧？要保留味道啊，保留味道，劫财，就各种保留。对。那么其实他保留也不是说他瞎保留，他还是有他的意思。对，是啊，但是有的时候保留到最后就是容易出现，对，你像这种走不着了，就走不着了。那走不着的时候就非常痛苦了，这个棋啊，走不着的话，这黑棋就很痛苦。这样能打到一下，这才打一下就好多了。所以这步棋非常大，很舒服啊。我觉得吃到这个，我感觉这盘棋。这个白棋我比较看好了，是吧？本身我觉得还非常的那个什么啊，这有个子，吃到这儿很舒服、很舒服。那黑棋拆二，继续加强右上角。对，但是这块空也很大呀。那现在看起来，中间黑棋这两个交换，这个跳和白棋打吃交换，落空，对，有点落空啊，落空，没有走到目啊。就是他跳的时候，他肯定就是说。没有完全的说判断清，就是说他肯定想让你补断，
他本来跳他是准备让你补段的，因为你不断你不补的话，我这样的话你哎，现在他有段吗？现在有段，但是你没有办法吃掉我，你现在也可以断我，我一般，你就吃对吧？你这太痛苦了，这外边就打不了。外面这个打先卖掉了。对，先卖掉了。那么现在你再吃这个，我就给你一搂包。搂包。搂包完了呢，其实我这些接也行，我贴出来也行。这个棋你没有办法吃掉，而且我吃上面其实还行。是这个，我们看黑棋这个形状，气非常紧。对，这个鱼形，而且气又特别紧，这个不能绝对不能这么下。等于这个地方的这个等于这个变化呢，基本上就是他一打吃这块棋，他也是补一手棋。但是可能是我觉得最好的补法。对红棋标九段，可能对这个地方的补，就是白棋补棋的手法，这个方法好像是。是不是漏算了，有所忽略吧？我感觉好像是有所忽略啊、因为补在这儿的话，这两步交换这太大了，这不吃。本来其实黑的长夜有先手味道的，你不走我冲下去了。是，如果能长掉一下，其实那我再跳就完全不同了。这样你不管你怎么补起来，就差别好大了。现在黑棋先在中间，你掉一下，就是不好选择现在。掉一下，然后白的就稳住。对，然后现在中间打，这时候打吃，这时候打吃。这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肯打啊。这打黑，反正白棋肯定是要提。白棋肯定提啊，这一提，这个段是彻底的补住了。对对。这肯打吗？总觉得这一带啊，黑棋的下法有点乱。有点乱。是吧？这个还是。白棋主要他实在是下的没有破绽，这个棋下的非常的，现在怎么样呢？就是虽然看着黑的远段，但黑的其实右上角还是围了不少目。对，这个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感觉好像一直都下的比较顺利啊，是的，但是可能差距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可能还是比较接近。现在这脚上是没有棋的，所以他逼住，然后白的跳一下，黑的尖住。把白的一盯，这样我们差不多是不是可以判断一下形势？我你感觉，那么先点一下目数哈，白棋吧，白棋好像比较好点。白的这个地方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一二十六三十三十二，差不多四十目棋这块右下角，差不多四十目不到，对，四十目左右。那么这左边的话是十五二十，大概二十五目。二十五目左右，那就是六十五目白棋，六十五目，黑棋左上角是七目棋，那么底下的话差不多是十目，右上角的话是十、十三、二十三、三十三、三十四、三五、三六、三十七八目，不到四十目，四十的话五十、五十七，白的是六十五，哎，那怎么好像差距有点大呀？你说黑棋在演六十五目是吧？白棋就是白棋六十五，盘黑棋呢？黑棋好像还不到六十，就那就是盘面差不多，盘面如果差不多的话，那就是看厚薄。这个厚薄，黑棋有什么潜力吗？没看到啊，我感觉这里你点了四十目，点的有点多是吧？是不是点的多吗？我感觉也差不多是吧？就是如果围到三路的话，你是点到这一线是吧？对对对，这一线都点上了，对对对，是有点多。其实从进程来看，我们感觉白棋是比较顺利的。白棋是那么继续看他这个马上就要追上他们这个步伐了。那黑棋确实要利用一下这个地方，不能简单的让白棋。对。但我觉得还明显还是白棋，因为其实白的这个暗目还是挺多的，这将来挡一下就这个地方点七目，你这个地方没那么多目，就是而且这个地方黑白的也挺厚。应该是白棋好，白棋形势还不错，白棋不错，好消息，好消息，我们这个范老板形势不错，开了个，如果能拿下的话，又开个好头哈，这靠了一飞，这个范老板应当先锋，我觉得这个日韩棋手这个心情是不是都比较紧张？对，毕竟是两次七连胜，但我感觉啊，王老师，就是我觉得其实咱们中国。
中国这五员这个五虎上将，感觉谁上？我觉得可能日韩的先锋可能都有，因为我们这次的五员大将啊，全部都是世界冠军。对呀，对呀，全明星阵容啊，是吧？就是因为究竟谁先上场？我觉得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队里面讨论过啊？我觉得谁先上场，可能都效果这个火力都比较猛。就是可能火力是可能输出是一样的，但是可能是不是范老板他这个好像福将，我觉得像是福将的感觉啊。而且范老板现在要破纪录啊！对，是不是？你如果换，我看昨天就看那个发布会，谷子豪九段在现场是吧？谷子豪九段说，范老板上场之后。我不知道能不能下得上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啊，其实都很想出场啊。对，嗯，那出场你说是躺赢好还是要轮到自己出场好？其实我还是觉得如果是我有机会出场，我肯定也愿意出场。对，就是能为这个就是做这个效力。要看你是第几次下，要是第一次下肯定是想出场，如果下了很多次了，说不定觉得躺赢也挺好的，是吧？下了很多次，确实那感觉可能确实就是我的感觉肯定是就如果因为我也没参加过嘛，就是他下了很多次，也许就可能就需要看日程了，要看情况。就对。好，我们现在是开幕战，大家心情还比较轻松，所以。在这儿调侃几句，实际上虽然我们说我们是五虎上将啊，全世界冠军，全明星阵容，但是真的不要掉以轻心。这个棋啊，你像上一届是吧？我们形势那么好，一开始杨锦新七连胜，对吧？也觉得怎么都稳了。咱们怎么总是七连胜呢？咱们怎么都稳了？没想到最后这个朴廷桓九段。不过确实一下子就是韩国一下杀到了这个柯洁九段阵前，最后是一个决胜局，还是半步险胜，非常的惊心动魄。对，所以擂台赛这个形式还是会出故事啊，会产生英雄，很有意思。好，我们还是看他们这个实战，白棋跳，黑的搬一下，然后飞，这个中间这一带又难了，太难了，又难了。我觉得就我们就相信对局者，又难了。至少这几步看起来都正常，我觉得是吧？反正这棋我还肯定是比较看好白棋，还是看好白棋，因为刚才判断了啊，对，从目数来看，白棋是实地还是占优的？是。现在我们等于你看这个白棋，范老板下的还是比较扎实的，对对。像这时候我们是跟上了他们的，对，现在已经同步了，同步了，但是我好像看胜率没有想象中那么优势啊。哦，对，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 AI 给出的胜率啊，现在他这样子，他就说你如果接下来黑棋下对的话，你要是跟着他走最好的一步，最好的，现在黑棋是有37.7点，他最好的变化是40个点啊，但肯定还是白棋好，40点吗？白棋40点，但是还是差不多呀。就是好的很少。对，你开局就是黑棋只有这是六目半。现在这个网站上给的这个是按七目半算。是按七目半算，那都不一定好啊。那不一定好啊。那对呀，那这个范老板是白棋啊。一目棋，也有一点点差别。哎呀，所以什么时候也不能大意，真的不能大意，真的不能大意。这样的对决就是一步棋。就我们看到这个红旗标九段，觉得好像没有不太熟悉的名字啊，其实也不要小看他。我在网上有跟他就下，你跟他下过是吧？对，交手过，怎么样？有什么感受？胜负应该是差不多吧？胜负应该差不多。他好像在来中国下过围椅是吧？下围椅，对，下围椅。外援，他现在脚上拖一下，试一下硬手。这里面是有什么棋吗？不知道啊。这里就是我一直觉得你如果能全都点上。全部成库还可以啊，不要出什么棋。就是不是这个 AI 给的这个胜率是里面有点棋的？
有点手段的，我没看，因为现在你看他跳在这儿，嗯，全点上，你点的也挺满的，觉得这个主要还是这个主要还是中国棋手的缘故，这个对，你是心情上是吧？心情上总是想多给、多点白棋，总多点几目，反正你刚才点的有点稍微满了点。我们看看黑棋，但黑棋得亮剑啊，应该是要亮剑啊，亮剑这个虎应该是要虎，那么虎完他是想这么办呢？几个他就打这个靠了连扳吗？啊，我看到说现在黑棋是进入读秒了，啊，进入读秒了，嗯，那么比赛是北京时间1点开始，嗯，那如果说洪金彪进入读秒，那意味着范老板那还有十几分钟是吧，20分钟的样子，对对对，嗯嗯，进入读秒的话他现在是60秒一次，这个时间也很重要啊，你有自己有思考时间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是的，不过他这也是农心杯的魅力，感觉就是他没、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那个什么，就是精彩，就是让你这个在这短时间内做出一个决定，对对现在农心杯已经是22届了啊，哦，这个前21届其实从夺冠次数来看还是韩国领先，韩国是12次，我们是8次，日本1次啊，不过但我们是这些最近10年我们得了7次，嗯，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应该说势头上还是中国领先的，哦，我们看到这个，哎，这是脱先了呀，这是制造劫财吗？哎，这个有点出人意料啊！出人意料的，这个靠的时候可以脱先是吧？靠的时候脱先的话，棋肯定是有棋的，就是那就是要、觉得他觉得不好硬了，是不是？黑白棋不好硬了吗？他是不是在制造劫财？我怀疑，因为我们刚才说现在还没有到打将是吧？嗯，白棋现在还没有读秒，对，就是他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形成劫争。那么劫争有可能他是算的这么深呐、啊，我这猜测吧，因为这个棋，如果说我们换一个，比如说现在我们范老板读秒了，嗯，那么这个时候他靠的时候，他需要时间计算，嗯，他现在还没有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之后他先拖一个，争取一下时间。但是现在问题是没题对不是读秒，不是读秒，对吧？他、是有时间的情况下突然脱先，对。但是哎呦，我有点担心，说实话。如果说这一代他就是比较好应对的话，我觉得他就正常会在这里应一手，就不会是真的是造劫财吗？如果不可能啊，那也有可能。因为但我觉得如果那个真的算路太深了，太深了，太深远了。就这其实也许就是这样，就可能是不是就有可能是劫，就是我猜一下，嗯，就这样提，嗯，我就打上来，这是不是劫？哇，这个劫也不小啊，嗯，是吧？这个双方、这个开在哪儿呢？白棋，白的可能不能开劫吧，这被轰，它可能粘上吧，是不是？只能粘，粘上黑的还有可能粘这个呀，你。是的，你别说，詹凡打这个从这打这，对呀、这个这不能被吃吧？嗯，不行不行，这样的话、哦，那说明他这一靠挺厉害，挺厉害的。一靠你搬的话，就是马上搬下来，对，有可能是搬下来啊。这洪金彪还是不要小瞧啊，不能大意啊。对，啊，实战黑棋就硬住，硬住的话，因为现在黑的这里子比较多，这上面的话白棋应该是没有办法做活。不过呢，这一靠趁你对手读秒的时候先你扰乱一下是吧，你的其实还行吧，我感觉像换到了不亏，他这个搬了虎一把，马上就搬吗？你这个你不是将来啊啊啊，将来你杀我只有跳吧，然后我冲一下只能退啊，只能退杀我，嗯，然后我这个将来加一下是不是有点官子便宜啥的，是，嗯，活局部活不了，对，那我就加一个，你如果你这有利吧，应该，那么就我就爬回来，是不是有点官子便宜、有味道、还有一点味道，对，不过上面交换到了
这一带还是得处理。对，怎么处理？这个官子便宜只是后面的事情了。就想稳稳的赢一盘棋，不可能啊，是吧？不可能。这个、嗯，能登上擂台赛的棋手，每一个都不是白给的。是。对手肯定是最强的，让你最难受的一个。对，看来是有所担心啊。现在他这个地方突然在长考，对，现在白棋在长考当中，看来这一代啊，现在范老板也在考虑怎么应对。两位这个地方，你总是要这个摆黑棋靠呀，给你出道题，你总是要去应答的，怎么下？哦，不下，给你的回答是我不下了。他不是不下，他你考我，我还考你呢，是吧？你自己还你自己就好了吗？这你要你就先整理下去再说，这要是下来呢？不知道啊，这是什么？都是挺这块木要是动，这个不怕被封掉被封住吗？就是我就火。关键一立下来以后，好像白棋有点，白棋有点问题，味道是吧？问题，你想杀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我本来想这种尖，这块尖的话，这一带挤味道也不好。嗯，这块棋要是木没了，黑白在这是只有可能不到二十目棋了。刚才我点了四十目，对你四十目你有点太多了，算的有点多。看看黑棋。那现在对黑棋有这个考验了，是吧？黑棋确实是考验。黑棋现在选择哈，黑棋选择一个是在这一带顶过来，是吧？就跟着你硬一手。嗯 嗯。心情上有点不肯。嗯，主要这步棋其实挺高的，就是这个就像这种虎的话，肯定在洪金苗九段他肯定是嗯已经做好了准备的。对对对，那突然、哎、这个时候我们范老板不理你了，你。就不会了，加上再一读秒，选择的尖啊、哦，尖下来，他觉得眼位更好一点。这一带可能是一个胜负的关键处，我觉得啊，这个地方白的如果攻不好黑棋的话，这个棋还真的是这一尖下来，空已经先把你边上的空已经破掉了。嗯，要是攻不到，还真的是不好说啊。这个尖，它本身是不是自己就有很多眼位啊？就他什么胡了打了力，对胡了打了力，你单挤可能挤不了，单挤我可能要吃你，我感觉啊，这个棋现在白棋不好说啊。对，白棋小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黑棋走下来？所以现在形势还是比较接近的，非常接近。嗯，我看范老板这个现在目露凶光啊，感觉跟之前好像不一样，之前还是比较淡定，我感觉嗯，现在好像有点要给你来真的了。嗯，不能在这逗你玩了。洪金苗也是前面一直都是比较那个悠闲的，对，你看他现在进入白热化的一个战斗了，非常专注的。嗯，这一代这怎么办呢？白棋对这一带的定型怎么办呢？哦，病了，给你答案。不是这个答案，我真的吗？这是要杀棋呀、啊？范老板起了杀心了吗？我刚才看他那个眼神，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吧？啊，真的是啊。我觉得看那刚才的眼神是有点像的，嗯，但是这能杀掉吗？我怀疑。如果真从这个攻击的角度来说，这个是一个眼型的要点，是吧？当然了，就是说肯定是，如果黑的一虎，嗯，可能我这上面一只眼，下面一只眼我就活了，嗯。不，但这步棋就是说，如果杀不掉，这就是一步单关。这棋白黑的就顶出去，白的怎么杀呢？我没看到。现在如果说，就各自做活，让黑棋也活，白棋也做活，这样怎么样？做活肯定不能这样做活呀，就是他肯定应该就把你外边分段，让你在里边做活。嗯，
这样的话，关键你这一手棋基本上没下到目数啊。这我顶出去呢，因为就白棋现在挤一个肯定挤一个不成，因为他是虎式先手，对，你不能挤。那么你尖这个的话呢，他这个地方主要是这个挤他还有断，他如果看成这个先手，你已经断不了他了。就你要这样断的话，他这样这还有冲。但是这个挤白黑棋好像是先手的可能性大，是大，黑棋这个挤基本上先手，而且你尖完之后这一冲断，这一冲断，你这地方还在补，这地方还有断。就顶出去的话，他下了。他先接一下，好俗啊！对，这个接好像有点卖眼味是吧？这卖了很多的味道啊！这一接肯，我觉得。但是黑棋呢，觉得我。他这样是稳稳的出去了，对。但是我觉得可以不接这棋，如果我下我更狠，我觉得这棋。不给白棋一个喘气。他是怕什么呢？怕人家直接来把你尖断了吗？不肯，我觉得不肯。不会吧？不会，不成立。他就是怕这个挤，他挤有虎呢，关键也没棋啊。这白棋不能走这个吧？这个转换，这不行吧？不行吧？这不行。对，这个转换把中间这些子都置于险境了，这应该不行。这个我觉得黑棋这步粘。本来我觉得有点危险啊，现在这粘一下我感觉就又白棋松口气，松口气。但是黑棋也有收获，他毕竟是把你全破了这个空。是，但是我觉得要不粘可能就更难下，可能白棋、本来黑棋可以走得更狠一点，更狠一点。有现在刚才点了四十目，现在看起来是我点了四十目，可能要重新判断形势了。现在这个黑棋，现在二什么棋啊？黑棋靠下来之后，还是有一定战果的。是相当，主要是白棋现在自己还没有红，变薄了，自己还没红。今天，哎呀，从我这个，我觉得白棋上面一靠，我就感觉给我感觉就有点乱啊，是吧？现在白棋爬，白棋再回到这上面，确实是。你现在活脚，那这边怎么办啊？这多薄啊！黑棋不能让你活吧？他你这个地方，他肯定期待黑的来杀他，这样我觉得活棋还是比较容易。因为白棋如果自己来补活的话，他觉得效率太低是吧？他干脆去活脚。哎，我看红旗标九在摇头啊，他摇什么头呢？立了，他是落子之后摇头吗？哎，立在二路。啊，他是觉他现在飞一个可能有可能吃不掉是吧？他觉得，让你挡。哦，爬也是先问应手，我觉得。先问应手。白棋爬一个，看你怎么吃。先，经典的死活是这个，点。点完之后呢，接上。因为你单尖的话被尖，这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活棋活形，那么你点一下先点再尖，但是现在好像确实是有点问题，它这个地方它拐完之后呢，它就一夹，好像你要想进杀白棋的话你只能走这个，但是白它现在这个一路扳好像是先手，你只有退，那么我一立就活了。已经活了啊，你扑的时候在后面指，我可以走这个后面做眼啊。你要走这个的话，我可以走这个，就多一扳，多了一扳。要没有扳的话，被黑的扳了一挤，对，那就白的就死了。那这个棋就是说，这局部好像是黑棋不能这么杀，所以他得摇头。那当初就是他这个退的时候，他忽略了说白棋可以先爬的这个。好，现在他是立下来。我们现在我看看白棋这一步是刺，白棋现在刺，现在估计范老板也应该快要进入读秒了啊，从时间的推算来说的话，是的，那么我们也干脆稍作休息啊，过一会儿，再回来的时候直接看他们这个后半程的精彩表演。好的，一会儿回来。有一波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那么现在是进入了这个白热化的中盘战。是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白棋点，
白棋刺一手，这个基本上是先手是吧？对，黑棋要粘，这要粘，因为不然不粘的话呢，这个冲回来以后，黑在这儿可能有问题，然后这个地方本来也没活，那冲过来以后，白的这块就全都好了。对，所以这个粘呢，黑棋应该是比较粘的。是，对，然后那就看上面这个棋了，这个棋白的实战一拖。现在局势感觉是越来越乱了，是吧？现在就是我是觉得，可能如果白的这里没有棋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形势就有所发生逆转呢？有可能，因为这个空、这空少了好多。对，和我们刚才判断的那个对比的话，这个差出去20目，真的 是不是？对，差不起。所以白棋还没活。对，那这个后保也发生了变化。所以白棋现在要把这个。这边的损失从这上面再弥补回来，不是找回来，要至少是要找回来一些的，要把这个平衡要拉回来。好，那么黑棋搬，我们就看这上面是什么情况呀？实在是挖，它是挖了之后倒虎，倒虎，因为它是吧？粘上呀，我看黑棋啊，它不是立这个啥，要立这个的话，我感觉白棋还行，白圈打一下，然后呢再挡一个，这是这局部的话呢，局部的话是一个死棋，白棋啊，我们这个棋这个小飞啊，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死活的形状。那么白的靠住的时候呢，黑的回退，千万不要大飞，大飞的话白的就要形成打劫活，这是基本功啊，基本功，对。但是呢现在我看这主要是白棋啊，他这个地方他打完了，这他将来他就回来啊，你这个黑的没活，他这个地方，他这种扳是先手，这种扳是先手。一扳，因为扳如果有扳的话，我一顶就又形成打劫。打劫，就是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收气收回去呢，就收太多了。这白的气还是非常长了，黑的这地方局部也没有办法看到一个很简明的一个活的形状。这样好像是不行，黑棋。那么主要黑棋好像不是立着杀，他这个棋好像，他你挖粘的话，他可以跳进去杀你这个棋。他由于这边有子儿啊，他这个地方可以不补啊。你要搬一个的话呢，他好像接上这个局部，好像黑白棋是活不了。最强的就是冲了一挡，那么这个时候黑棋我就不动力了啊，里边我就不走了啊，我淡淡的这个接回来，你好像局部是没有办法走活了，没有办法走活。对。所以这不能挖，它不能粘上。挖完之后不能粘。挖完之后不能粘，对。挖完之后倒虎，这样的话应该会是一个形成一个打劫。对。打劫虎。我们黑棋玉洁先提一把。白棋靠了一下。靠了一下。哇，这个靠一下什么情况？靠黑棋是补一手，刚才我们说这个基本上是，但是这一手棋因为靠完以后你这个接好像是后手啊，王瑞老师，哪个接？白棋这个接，你这还是断不了我。是啊是啊，白棋接肯定是后手了。那这个劫找的这个交换啊，是的呀，不便宜啊，这是早劫财吗？它是早劫财，但是这棋才有点损啊，皮啊，这个结得硬，这个是吧？不硬的话断上去有点大，断上去主要是上面活的也不是那么厉害，上面要消结，黑棋要消结，白棋只能挡，那就只是自己做活，就对，自己做活，他还是要粘上，要粘上。但接下来这个结就很难找了呀，感觉有点替白棋捏把汗的感觉。因为现在粘上的话，我觉得黑的肯定是把棋消了。这个棋如果消的话，这个棋因为这个戟虽然先手，但也断不了。主要断的话，它不是说打吃的话，你几下它真有一个挖，它有一个挖。这样的话你局部是没有办法断上黑棋的，那就从外边杀，外边杀不是很好杀，因为它只有这一块棋没有活，这个冲，这是这个冲肯定是劫财，不过又是损，这两个劫找的很损啊，白棋
这靠一个和这个冲的劫财都是损劫啊。下棋就我们下棋主要找损劫还是不太情愿啊，但是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可能其实黑的现在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劫财了。那这个就算了是吧，这个留着一个打吃、嗯、这那没有办法留着这边断。对对，这断也不过这靠呢对他自己的做活眼位也有好处。对对，有好处。嗯，现在黑的主要也没什么特合适的劫财，因为黑棋其实他很不情愿往里面下，因为往里面下的话，他这个劫他就可能会变重。嗯，黑棋，因为我要不往里面下，你要消白棋消劫的时候，你就只有挡一个做活。哦，啊，那还是跳了，没劫，没劫啊，还是往里跳了。棋胡，黑的白的应该是虎啊，有提劫。那么现在的劫财。那黑棋先提吧，对，黑棋先提，白棋要找劫财，这感觉找个地儿断一下吧。你看现在范老板的神情，我感觉他有点，好像也有点紧张了。啊，没有刚才那么淡定了，那断一下吧，断哪个呢？这个棋？哎，粘了。啊，粘上了。哎，那不便宜啊。那等于是。他还主要是这个断嘛，他确实也断不出手，确实这个二路断哈。对，他先粘的话，白黑的肯定消劫了，肯定消劫了。这也没便宜啊，那还不如不冲呢，这些单粘。那粘的话，那白黑的消劫，这两个交换也不便宜，那冲一下还损了呀。现在看看啊，黑棋会不会消劫？这黑棋我觉得会消，他硬不完了这个地方。他要再硬的话，白的劫财就太多了。那白棋的所得是什么呢？黑棋如果消劫的话，白棋就在这下了一手，相当于在这里靠了一手，就靠了一手。但是你本来你不会挤，哦，本来但是就像你说的，那还不如不冲，对，还不如不冲，还不单粘呢，对啊。看看黑棋会不会消劫啊？这应该会消劫，这棋没有不可能。白棋这带有什么手段没有啊？我没看，就哦，他是不是白棋觉得自己下厚了？你中间是有点薄的。那这边他有头啊，主要是这边他也有头，他两个头消劫了，消这肯定消劫，消了以后跳。嗯，那白棋还是要瞄着你中间的薄位，要不然这个损失你总得找回来啊。对，现在我们说这个现在控肯定。不行，控不乐观。现在这控、被破掉，本来是上面是用一个换了一个劫，对吧？对。但这个劫打的其实还是很损的。对。现在黑的这块木肯定比刚才要多了，至少要也多一个贴木了。这个很厚。嗯。所以白棋的损失要找补回来，就只能是在中间动脑筋了。现在这块已经45、40多。要在中间动脑筋了，哎呦。这个。跳，这个跳是先手吗？这还不如不冲呢，这一下。对，对吧？是。哎呀，这个冲完这个断，确实他不知道断哪边，其实很麻。他不想再找损劫了。这个红鸡标九段也是让我们刮目相看啊！红鸡标，但现在胜负还早。这么冷静啊，他觉得不会死呗，他就觉得这么冷静，他觉得上面不会死，所以现在棋还是胜负关键处真的就是中后盘，是吧，是前面不管你是当然也优势特别大另说啊，嗯嗯，只要是这个僵持住了，嗯，还是要看中盘战。现在白棋如果说没有办法把这块棋吃掉的话，但这里就这么冷静的，就还是想往这儿冲，还挺想在中间怎么冲。不过他确实挡你也不一定便宜，因为这个尖如果是先手的话，他是可以下来。嗯，他现在这棋他就是，其实不过我觉得如果我要硬的话，我可能会硬在这儿。哦，这有什么区别吗？这两个？就是首先你走在这儿，嗯。锦白的这个地方这个子儿一口气没有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然后木数的话这有大飞也不会便宜。嗯。
这个棋，但是呢，你因为你硬在你挡在这儿的话呢，将来比如说我这断一下，啊、哦，有点麻。比如说我接，嗯，那么我这个棋将来是不是有可能是先手？哦，我这一挖，哦，那么这个棋你地方气是不是就变紧了？就是，我觉得他挡在这儿没有任何好处，他虎在这儿，对对对，直接就干净了，有道理，明显就哇，看范老板来了，嗯，这步棋还是要在中间发力，嗯，优势意识啊，这个选点，嗯。这个选点也很难，但现在两位棋手都是进入了读秒，嗯，也没有这个很充分的思考时间，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他的感觉，嗯，平时的积累，嗯，现在胜负还是很难料啊。你的第一感怎么样？觉得谁危险？就中府啊，谁危险？不，我还是会坚信这个范老板会最终取得胜利，不知道我这个坚定的支持，坚定的支持，因为我觉得黑的这步棋没少亏，这步棋这一档就这两下总觉得被白棋，你说便宜多少也很难量化，他现在心里有变化了，很难量化，但是对中间的这个攻击啊，我觉得这个有点下着下着发现这个子就特别有用，对，就是我觉得主要是红旗标九段啊，我最怕他呢，就是说他现在啊，嗯，心理产生变化了。就原来是一个冲击者，他原来就现在一直在拼，一直在冲。对，现在是有点。他当他消完劫以后，他看到这块棋可能死不了的时候，他的目数就已经要领先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求稳了，求稳了。啊、嗯，而且我觉得求的还不是太对。这个好像我你讲的对，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这一个心理的变化，其实对棋的影响其实挺大的。是是是。那同时，那反过来说，这个范老板心态现在可能也有变化，是吧？范老板，按正常来说，他的心态，嗯，我觉得棋手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他这样的挺比之前那样好。嘴上说说呢，大家说，哎呀，这个好胜负啊，都差不多什么的，其实就是，啊，对对，我觉得是一种客套，啊，对对对，就心里肯定是要对自己很有信心的，嗯嗯嗯，是。但是棋下到中间的阶段，可能发现，嗯，哎，这个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啊，嗯，这时候就需要放开手脚。柯洁就是这样，他没有什么好胜负，你就不就是赢了。不过大部分的棋手还是那个什么，啊，这现在他先把中间补上，要不然这个马上飞出来，飞死了。对，对，这个好像比较紧迫，嗯，是吧？嗯，先把中间联络上。嗯，当然也没有完全连好，好像我看是吗？对，就比如说我这如果有尖的话，是不是还是可以把你夹的贴断？你说，如果说这里有子哈，对对对，我加一个，加我是不是只有挡？你就我只能挡，那么我就一回贴，哦，就是还是有，不是说你完全的好吧？还是有点，对，没有连的那么结实啊。那如果说这一带黑白棋有先手的话，白棋断了，哎呦，这一断，现在是不是轮到黑棋头疼了？这棋那你现在看这两个手交换有总便宜，总是便宜的，总是便宜的，总是便宜的，嗯，白棋总是便宜的，现在看这个就差好多了，这个，嗯，这棋如果是火在这儿，因为你现在被一断这一挖，你好像上面就没了，那你断只能吃在这儿，断你吃在这儿就被打了顶，就是目数亏，亏好多。嗯，因为你现在看这个紧在你紧他这个气有什么用呢？你紧这个子的气是没有用的。你看这马上就成为现实了，这个气，这马上就要挖断了。现在能靠回来啊？对，应该是只能这样，只能靠，但是回不回来就搞不清，会不会形成打劫呢？哇，吃啊，这样形成结，粘上，
打这个。这个劫不是黑棋肯定找不到劫材，黑的不能打，黑的只能打的粘上，看看是个什么状况。这个棋，白的如果把这个给他紧住呢？紧住气是吧？紧住气呢？我觉得黑的是不是有点危险？危险的呀！哎，你看他就是挖了。因为这个劫呀、啊，黑棋不能打，因为黑的没有劫材。这个凌空一挖。啊、这个棋你被我一轰，你这上面死了，你不可能有劫材。这个天下大劫啊，这个没、嗯、黑棋白棋牵手一提，对，黑棋全盘找不到劫材。嗯。现在是什么情况？哇，这个现在很刺激、啊。他已经对出手了，这一挖。这一挖肯定是要挖了。这是不是没什么变化？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一本道吗？嗯，对，这提也是一本道是吧？嗯、对，这个总是要提的。应该没什么变化。现在都是读秒60秒一步，嗯，也没有多余的思考时间。对，除非黑的不粘这个，直接吃这个，直接吃。那我什么时候提？不是我不能被你提，我得粘上。啊、哦，你说不啊？等于这口气不紧，这不紧啊、哦？那可能好一点，是不是好一点？他是不是可以提？人家可以提到这儿啊？是可以提在这儿，就是我打了挖这个，不仅这口气的话，是不是 好一点哈？好一点，好一点。这个状况要好一点。嗯。嗯我们看看啊，实战就是这么进行的，已经打到这儿了。就我们在这儿推测，后续的进行、嗯、是的。现在是。白棋打到这个地方、嗯、那么黑棋现在这个劫啊它不能开嗯这劫没有劫材黑的这个气也不能紧它应该就是单打吃了啊现在是很紧张了对现在这个棋现在是一关键时刻啊、嗯、白棋吃可能这边是有一个劫争但是啊黑的吃了粘黑棋啊、哦、吃了粘对对对就是这么进行的、嗯、和我们这个哇是红鸡标九段确实不好对付、啊这个、看来你还是了解他的哎没有粘不能粘好像是他可能就是怕这个打了袜对他是单粘这里嗯现在是什么情况有一个劫是吧有一个劫这个但是也不见得是劫啊我突然发现你这个粘是后手吗这个粘不一定粘得到了现在啊我现在气的问题我现在挤你气呢有气你这个是可以吃回来但是我把你尾巴就把你尾巴给断掉了你要断尾求生的话空就不够那你还这对这个又吃回来了又吃回来了那如果说不断，你得现在你得处理好，能不能做活呢？黑棋就地做活，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做活。哎呀，这个头疼啊！对黑棋来说很头疼。黑的要是杀气的话，也没时间。杀气的话，应该杀不过白棋，不也不一定。但杀气也是有可能。很复杂，嗯，双方都没时间。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是就是棋感了。提劫先提看看白棋粘不粘刺激啊啊现在先断这一段好时机哦这一段确实本来就特别难受这个棋它只能粘嗯提白棋怎么黑棋怎么办呢黑的能接上吗啊这个棋接上白的可能就提这个就杀气了杀气刺激哎飞了、啊、飞这个飞这个好乱啊飞这个白的应该得坚住这个应该没什么变化这个得坚住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白黑棋自己现在白棋不活白棋肯定得杀一块双方都不活啊，双方都不活，白棋不杀一块，有可能要形成，有可能要形成比棋，有可能。你说白棋杀一块，现在不就是这两块在对，就是必须或者你断尾求生，嗯，对，要不是
但是你如果不要尾巴的话，可能黑棋控不够。不够，对。嗯，因为你这个劫对白棋来说，比较可以灵活，可以灵活处理。啊，这样还在想。这个地方好乱。好乱，好乱。我看这个胜率给的胜率也是比较焦灼。这个棋确实可能。很乱，很乱。嗯。黑棋提的时候，白的使出了刚才我说这个 Y， 这棋，这黑的他，你看看当初这要是就要听你的啊，不在这儿，他我的他劫都没有白棋。那现在黑棋有没有可能消劫呀、啊？消劫，消劫杀白的这个吗？你消劫，我把你这个吃了，你肯定只能杀我这个，只能杀那边了。但你这个飞了一下。王岩老师，你要你这被我一夹就火，你要只能顶我，这个把你这冲过来，你可能不好杀我、哦，不好杀。你要不飞一下，还是有可能。主要这个劫和这个吃，这没法比，没法比，这没法比，这全死了。这你只能打过，这我一挡，这全死了。这可能还得硬。这个红机标九段，当初这随手一挡，我觉得有可能是不是？不经意的一个，是这个悔恨的一手。这个硬了，它硬了，提前。它硬了，其实将来一粘，它的也是掉的。好乱啊！现在很乱。现在就是说，黑棋它不肯轻易的粘，是不是？它粘，它不能粘，好像。轻易的粘，它觉得有点紧气、撞气，是吧？对。哎，它现在吃哪个？它这个粘也行，我看。你粘我粘这也行，我下一把我再团，下一把我再团，你这样提回来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嗯，我就找我的劫就可以了，但是黑棋的劫才，这个棋六十秒一步，其实本身还是对于专业选手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宽裕的，其实还可以，还可以。但是在这样的局面，好像熟练程度，在这样的局面，好像六十秒不太够啊。太难了，现在、还是粘了，还是粘了，粘这个，不够啊，提劫，粘完肯定是提劫，提劫，哎，提劫不对啊，提劫这个尾巴没了，啊，这样尾巴它就不要了是吗？这尾巴没了，现在，我这挤了一段，你挖不了了，气有气的关系啊，你挖这儿，我冲过来了啊。啊、如果说挤的话，现在因为黑棋气紧的原因，黑棋不能消劫，一消劫它一断。对。你如果哇，本身有一哇，本身是哇的，对。但是现在黑棋白棋冲，对，这个不入气了，不入气了。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说能够把这个尾巴吃下来，那黑棋那白棋收获很大，那就可以了，可以满意了，肯定是赢了，那肯定就赢了。嗯。黑的所以一直他不肯粘一下。它这个跟气有关系。嗯。那么现在黑的粘完它又粘完了，它不提劫吗？粘完了，它提劫不一挤好像不行了呀。提的话一挤是吧？嗯。下面还有一段。对啊。先挖吗？先挖。但我们看这个胜率还是非常的接近啊，这个棋。对，还是很乱。提劫，提劫，嗯，提劫，白棋是挤还是找劫？白棋找劫了，白棋又挖了一手，这个还得硬啊，再提过来。这个棋是，一下子多了好几个劫材，他后悔了，可能当时后悔了。这个想想这个挡，因为这一会儿还有吃，还有提，全都是劫材。那又该黑棋找劫了，黑棋这个劫不好找，将来白棋这是不是还有啊？还可以断打。范廷钰他就是想，我就直接把你打爆了，我也不跟你聊聊了。嗯。现在黑棋这个是劫吗？这个不是劫，他这个连回来了，王老师，他是先手打，他是提先手。哦，不是劫，不是劫，不是劫，那。黑棋也不好找劫啊，现在不好找劫。范廷钰他的意思就是，我就把你直接就
不跟你聊了，是吧？不跟你啰嗦了，不说吃尾巴还是怎么样，全部拿下。对。哎，但是这个胜率怎么黑棋胜率这么高啊？那就是说黑的现在可以粘上，就可能电脑的认为它可以粘上这个，这样就反正形成转换了。就是你可以把我这吃了，嗯，然后断尾，这样转换。那这个转换，黑棋觉得可以接受是吗？不知道，我觉得他唯一的一个胜利就是粘这儿吧，粘这可以，嗯，对，这样，这样，对，这个还得交换掉，嗯。掉哦，这样子中间黑棋确实也增加了不少，也吃不了，这个地方也吃不少。14、15、16、17、18，这个碟将来有可能还要收棋，也许也增加了将近20目黑棋、嗯。这将来走完有可能也要收棋，确实也有可能。但是黑的不见有这个勇气，说实话，黑的这在这个读秒当中，要是有这个判断，黑棋提劫。黑棋去找劫了嘛，黑棋还是找劫了。哦，这个劫材是、嗯、这是他的劫材。但是这样的话，因为这个白棋这个打吃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如果打到这儿的话，是不是黑棋没有什么消解的？没有了。他叫消只能这么消。他消然后我提你还是连不上。还是连不上。还是连不上，对。就黑棋刚才有这个勇气其实也。有没有可能，也不一定，不知道有没有。嗯，好乱呢、啊，现在还依然是局面还是难解。黑棋提，白棋找劫，找劫吧，这个劫啊。但是现在明显的是有一个断的劫材，但是他在想，就是找完劫以后，对对，有没有什么别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你多想一想和你快点下双刃剑，反正嗯，因为你多想一想对手也多想一想，对，你要下快点对手也没得想，现在这个因为吃是必然要吃的，对，要断、嗯、他除了想这手棋还要想以后的下法，是的，这个应该是提在外边吧，不能提在里边吧，啊，黑棋也不是马上提，还是在想。就农心妹可能真的第一局啊，就是开这个开门战很重要。啊、就是有时候你赢之后，就容易就越下越顺啊。啊，范廷钰九段其实也是比较这个日程也比较辛苦，他刚刚从王中王回来。王中王是的。嗯，原来还以为应该是顾子豪九段先上场、啊、顾子豪、哦、还是范将军还是福将吧，先对先出场吓唬吓唬他们但我看这个胜率黑棋好啊，那是为什么呢？就是黑棋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看一看这提完劫回来黑棋是要干什么呢。嗯，挖一个，挖一个，挖一个是什么？就是杀气了，是吧？对，对，我如果消劫，白棋消劫的话，他可以顶这儿，他可以顶这个，顶吃这个，顶吃这个，我得先尝一下，嗯，有没有这种？但你有这种。这个是经典的妙手，但是我是不是我可以团这个呀？就跟我打劫了，我打这个劫了。这个劫，这劫你好像不行，这个劫不行，这样它全是劫材。这样黑棋本身劫比较多、嗯，比较多，就是你不能，你只能就是只能就老实的下是吧？对，老实的下黑的粘上是不是有只眼啊？有眼好像。嗯。哎，有只眼、哦、有眼，嗯，活了，活了。白的不能这样下。嗯、哦，对，白棋没有消解。嗯，还是吃。白的吃这个，那么黑的应该就提劫了。现在我们就说，60秒一步哈。虽然浩洋说对棋职业棋手来说60秒其实也不算短、嗯，不算短了。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很复杂。对。又有劫，
又有死活，还得判断形势。对对，头绪太多了。他不提结吗？啊，他还在想。不过今天这个新一届农心杯这个揭幕战，确实是还是很精彩的，精彩，很精彩。不是这种什么铺铺地板啊，平稳的进行，这个很刺激。先吃一下，他是觉得，他觉得是双方的劫财是吗？就是他不走，白棋先提也是劫财是吗？对，他觉得有可能，对、嗯，他是这么判断的。嗯。那么提回来，嗯，白的提这个顺手的劫财，嗯，对，提过去，哎呦，这下这边也没有劫财了，没劫财了，现在就是看黑棋下一枚劫财怎么找，下一枚劫财是不是这个呢？还是搬一个？搬一个，是不是劫财？哎，黑棋还是有本身劫啊，搬一个，可能是搬一个。哎呦。这个胜率怎么越来越不乐观？哎呦，这个劫就是我看出 AI 给的胜率现在、啊、黑棋非常不乐观啊，白棋非常不乐观，挤吗？哎，挤挤有问题吧？挤我粘上了之后，你提劫，嗯，那么我一顶，这要粘吧？啊，你可以粘这个，粘这个。你说，哎，但它这样也多一个劫。但是它这有冲，它冲完这还有一冲，多一个劫财。哇，它这个计算的非常强啊，这个。没劫财了，他告诉你白棋你没劫财了，现在白的只能吃尾巴了。吃哪个尾巴？吃这个尾巴啊，这个尾巴有点还不好吃，还不好吃。我你顶的时候粘是吧？对，顶可以粘这个，主要是黑棋你粘这个我你接不上，你只能叠，那么我冲这个你只能粘，那么我再提回来。那么现在你找这个劫，然后那黑棋还有一枚冲这个劫财。嗯，不好办，这个等于是劫财不利啊。对，让黑棋有很多本身劫。当初白棋这个挤回来不肯的话，我觉得白棋、这个、差一枚劫财、这个、差一枚劫财，这个地方如果不损，当初挤回来感觉还可以啊。这个棋这个算路就这个涉及到的判断太复杂了，有现在范老板的表情很严峻啊。哦，就冲这个了，这个好像我刚才看这个，我现在看范老板这个表情感觉是有点对，就是有一些就是明显是形势不利的时候的表情、哦、嗯，冲这个，冲上面，冲这个上面这两啊、这个立下去的收益不够啊，感觉应该是吧，不够啊，这黑棋很下得很快、啊、对，搬这个黑棋判断清楚了，不粘这个，没想到啊，这个平地起惊雷啊，居然红鸡标九段当先锋是立了，为韩国队立功了，还不一定，还早吧？对，我不能这么说，还早吧？这个棋不能收了吗？再坚持一下。对，接他，不过这接上白的好像还得做活，做活。
现在我们点点目吧。好，这个白的十、十四、十五、十一、十八、九、二十、二十一，看看有没有机会啊？二十五，你点目，我来跟大家摆上进程。三九、四十、四一。好像是不太够啊，是吧？嗯，差距有点大，是吧？盘面十目左右，盘面十目左右啊。嗯，那贴六目半，那差距还是有一点大的。没有打，对不起，没有打。现在有没有变数呢？反正黑棋如果、关子也没什么关子了。对，黑的正常下肯定是没有什么变数。这是真的吗？这个第一天龙心杯就要爆冷了啊、嗯！其实也正常。其实你说韩国排名二十多名的棋手，嗯，你说和我们这个我们范老板是第四名，对吧、嗯？从概率上来说，应该是范老板嗯这个优势更大，我们更看好范老板。但是你说真的下棋，你说百分之百那也不会，不能对，不能够啊、嗯！你十盘里面就是感觉上给的。我觉得就是十盘里边可能输三盘棋，三七开，三七开这样、嗯嗯、三七开四六开、嗯、对，不过这农心杯啊，每方五位大将是吧、嗯、这个所以变数非常多，对对对 对, 对，第一阶段也好，第二阶段也好，只要他保留一个火种，对，最后鹿死谁手真的很难讲。对对，一般来说这个第一盘棋啊，就轮空的那一方嗯要稍微占一点便宜哈，稍微稍微 对, 对，嗯，现在黑棋啊这地方还是没有下，黑棋现在收官的情况的话，收哪个比较大一点呢？嗯，团一个是不是挺大的？团一个，现在还没有来棋谱。对，他就是可能是一来就来很多手。嗯，跳了一个。哦，跳了一个。这里还有有点潜力、啊、他强调你这白棋啊，还是没有完全的活干净。你将来这个。就你这个棋冲冲，你要不要团这个？主要是、嗯、你要不要团这个？一团交换掉有点心疼。嗯，我现在顶啊，大家一盯啊，这洪金彪这个官子也下的是不错，是吧？不错啊。这洪金彪，你看他等级分是吧？这一个月上升十八位。这确实状态不错、嗯、哎，我看他和他这个积分就是排名临近的其他棋手变化也都是个位数的变化、嗯嗯、他这个十八位在里面非常显眼，现在白棋很难受，黑白棋只能把这个挤掉了，就本身肯定不愿意挤这一下，但是现在因为黑的一打吃呢，局部白的是没有办法活的。嗯，范老板那你得挤啊，啊，先挡一下再挤。挤的话，黑棋收官的情况应该是并住吧？感觉再挡一下，就挡了街上，他觉得比较大了，应该是。是并住吗？挤住，挤住的话这儿并住，粘住。不知道，纠结，这个很纠结，有点纠结、哦、有点纠结。要不就挤住这个棋，干脆就挤住，这让你冲了吃一下。嗯，这样的话，味道好。嗯，哎，差不多，可能差不多，搞不清，接上吧。其实这几个选择区别不大。是吧？对，但是棋手有时候会容易在这地方会，就是可能就差个半目或者一目，就是
确实，但也很纠结。选择。嗯，你看他现在他也在纠结，那这个。这习惯就是精益求精。对。从现在进程来看，确实是现在白棋啊已经非常的危机危机了。危机危机，嗯，目数是要差一些。嗯，关键是现在棋盘太小了，太小了，棋盘太小了，就是已经离终点太近了，啊，还是挤住了。嗯，还是挤住。挤住木薯肯定亏了，哎，看这个范老板这个神情也是很让人心疼啊，很沮丧啊。范老板应该喝点水啊，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喝水。嗯，应该这时候放松放松是吧。搬砖吗？到多少了？搬。就变数越来越小。他还没有粘，现在，因为像这个挤有可能是先手，这样的话白棋这个地方还有些味道，这个里边还有一些味道。嗯，就这一带当找劫材损失有点大。损失很大，损失很大。嗯，要是没有找劫材先在这边找的话，对，先挤一下，我觉得是还可以，是吧？对，没损这些，感觉把这个吃掉尾巴，先吃掉小尾巴，是不是还能拼拼胜负？对。但是可能他没有这么想，他是想要把你全部吃进去。他可能对这个黑棋这个袜准备不足，我好像因为劫材判断上，对，劫材判断上稍微出现了一点问题。啊，现在。现在主要黑棋优势稍微有一点多，嗯嗯，大概可能要好两三目棋的样子。对他们这个棋手来说，不太好追。对，嗯，因为现在离终点太近了，嗯，变数太小了。就团住吧，黑棋这个棋没必要说干嘛了，我觉得团住吧。团住，哎，他先冲，哎。冲好像打勺了吧？啊，是吗？冲被一扳呢？有变化了？这是不是打勺了呀？扳了，扳了，扳了。有转机吗？有没有？不知道，也许没有。贴回来。哦，也可能也关系不大，是吧？可能也不行，断打。虽然能吃一点，便宜了肯定便宜了，但是可能是不是，嗯，这个肯定还便宜的不够，便宜了不少的。其实他这个全都吃掉了，这个棋。但是跟胜负影不影响胜负？就是这个棋等于本来黑的追回来了不少是吧？本来黑的团黑的这里有一目，差距拉近有两目，那白的这多了一目，这吃了三目，这感觉便宜了得有不少目啊。那真的是不是有变化了？是不是有机会呢？哎，我感觉便宜了不少目啊，这个有希望了吗？不过他这个地方可能是有点问题，没有问题，这个棋。现在这交换之后，这气太紧了。急了，这一单没走。哦，还没有提是吗？对，他，嗯，先保留。现在先挤。先挤，挤了断吗？挤了粘，还没有走。断应该不亏。马上断啊！嗯，马上断就吃。吃就他反正就挡着先手，挡对，嗯。那这是黑棋的权利，黑棋的权利。如果算下是这样怎么样，我点一下，感觉便宜了不少，不知道能不能把那个劣势追回来。这样的话是十十六二十一三十一，
这个首次参赛的洪基标九段，哎，很有可能为韩国队先下一城啊，赢得开门红。其实爆冷了，还是差一点，还是要差一点，但已经挺接近的了。这个看看能不能再便宜一点呢？这个黑棋没必要这个冲，这团住什么棋也没有啊。这个棋白的这。还是要看看最后的结果。哎，黑棋还没下呀？黑棋还没有下，黑棋是不是晕了？这个线上对弈啊，和面对面还是我觉得有点区别。嗯，虽然说大家现在这个现在的棋手主要这个训练方式都是在网上，是吧？网棋啊和 AI 啊。但是和这种面对面下棋感觉还是我觉得有点不一样。嗯，不一样，那肯定不太一样。他还没有下吗？这超过一分钟了。嗯，他这个应该是我们看的不是他这个实时的。啊啊。他有一个这个棋谱要翻过来的时间。还是要差一点。有一个时间差。长收还是要差一点。接了，接亏了呀，接亏了，又有变化了，哎，接又亏了，接又亏了一目棋，接又亏了一目棋，这个小官子也是，嗯，亏了不少啊，嗯，对呀、啊，他没必要啊，他单断呀，是，是的。没有必要，那亏一目棋，亏一目，好，然后这边提，哎，提白的不是连这个的，连哪个？连冲？对呀、啊，连这个呀，他是打，应该连这个是吧？这明显连这个在提，对呀、啊，就这、啊、这是白少两目吗？这被配的打在这儿。这棋谱没看错呀，就是这样提的。就是这两目少了，然后但是你这个地方提了一个。嗯。哎，这可能也差不多吧。哎，他吃在这里，二二四五。二五二六。啊，这边挤了一下，对，这挤很大。刚才我说，刚才说这个团呢，就因为挤完班战，因为就挤完班战是先手，等于黑的少了一二三四，黑的少四目，白多一目，这先手五目其实是很大的。不过现在我看黑的全都跟着下，可能他是判断清楚了，对，他这一目棋都随便亏。这个棋一二三四挺大的，也挺大的，也挺大的。他这个打也是白棋全力。这是权利，这应该是要把这个接上，接回来是吧、嗯？接不过黑的可能会提这个，可能会提这个，提我拐，拐他接上，不能拐，不拐，嗯，长一长一个，长长一个，长一个，他打一下，他接上了。这个要提掉。嗯嗯。哦，先搬粘。嗯，他这个还没这么走。没有走。搬粘是先手三目。断吃是几目？断吃是六目。三四五六。嗯，后手六目，后手六目肯定最大了吧？嗯，那他还是要补一下。嗯。来粘着补吧。粘着，粘着补。很细腻。是不是也没必要站着补？站着不好，站着不好、啊、站着不好。因为你粘这个，这上面这个木是有可能是没有的、嗯、粘着不好。
这很着急啊，他这个棋谱。这个现在应该变化不太大，对，越来越少，对。但老板还是兢兢业业啊，坚持收官。是的。很可惜啊，他其实自己心里肯定也是有期待的，对吧？对。因为刚才又坐上这个先锋的位置，还有这个记录的这个等着他。对。范老板这次入选这阵容也是通过选拔出现的，是的。对，他和顾子豪是通过选拔。然后柯洁是上一届的主将兼这个最后的获胜者，终结比赛者。然后杨锦欣是，七连胜。还有，还有一位是唐伟星是吧？好像唐伟星，是三星杯的冠军。是这样的一个三人免选，两人是选拔出线。那么韩国呢？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对。236，他是选择了粘这个，没有选择粘这个，那么黑的再把37提掉。哦。238让他冲一个。239，真是。哇，他冲在这儿，是很细腻啊。然后虎。虎。冲。顶住，接上，长，打了一下，打了一下，估计还是要收完吧，他可能要是要下最后，看一下数一下棋，现在下到这样，52。55，56呢？那56贴这个。这个打掉。贴一个，贴一个不大呀，贴一个只有1.5目。这个看到这步贴，我感觉这贴只有1.5目，因为现在黑的团先手，这里黑的顶一个的话，还是有1目棋的。那么本来黑的就算兼了这个走柱，也就是2目棋。看到刚才看到范老师好像起身了是吧？结束了，结束了。以为他要最后数棋，看来还是觉得没有必要了，是吧？对对对，这盘棋真的是，很可惜啊。我们觉得前面三局九段白棋的调子还是很顺利的啊，对对，可能就是在这一代的处理上，对对对，被对黑棋可能这个靠下来是准备不足，对对对，好像是还这一代就是他一靠，然后范老板在上面一靠，我就感觉好像有点乱，对，枪法有点乱的感觉，就是其实后来范廷九段我觉得机会还是很多的，在这一代是吧，在中间突然发力开始猛攻黑棋，当然也很乱，当然打劫也很乱，是是是，也很乱，对对对，这盘棋还是双方弈得非常精彩，是是是吧，在这个为这个新一届农心杯的揭幕战我觉得是开了个好头，至少我们欣赏到一盘非常精彩的对局，是 是的。那很可惜了，很可惜，范廷钰九段在这个先锋战中呢是失利了，中盘赋予了韩方的红机标。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王浩然老师在这里给我们精彩的点评。谢谢，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明天再见。再见。